狗一样的头图啊！行吗？准备。难怪当工读生，逃跑并不总是最佳的选择。先把你的声音放，把你们的声音放大一点。Battle， 哎、欸，小啊，我们终于发现那个用圣木驱散鬼魂真的是有用，玩这个真的是一定要带。用什么？用什么？用圣木驱散鬼魂。哎、欸，然后嘞，怎样？然后就有用啊，就那个鬼都不会抓你，他就不会抓你，对。你直接站在他面前也没事哦。对，直接站在他面前。要教我，我很菜哦，我才玩一天而已、哦。然后他在我旁边转圈圈。对，会吓死。哎、欸，这样老板这样要拿一组哎、欸，老板这样拿一组就好啦、啊、最后再拿像老板就可以安全的帮忙得到。对啊。点什么任务？看一下。哎、欸，不要放生我哎、欸，让鬼魂吹蜡烛。我先把圣木丢旁边，这个太危险了。ENF 蜡烛。团队成员之一成功 啊！反正老板不能死啊，剩下就是。所以我先拿我的手电筒，我的手电筒、蜡烛跟什么手电筒感测器，对对，我的一开始新手三件套。可以，你的那个新手三件套，你这边一定要每个你一定要开了灯，然后才能把蜡烛换成别的东西哦、喔欸，因为这间很大。哎、欸，这间有学校。哎、欸，你的那个生物把它藏起来哦、喔。把藏在这边，当我没看到。老板的啦，看这个放的那么明显，你说我藏起来，我操！嘿，我来拿一下，看一下什么电在哪里？电在二楼左边楼梯上去，一二三，厕所后面那一间。厕、哦、所后面那一间，我可以叫一个人走吗？往左边走，往左边走。对，这个是谁？这个是谁？这个我啊。那这个嘞？这个是雅士啊、哦。白色的是小 H， 小 H， 小 H 白色的。他这样子，二楼上去，然后是怎样？往左边走一二三间，就厕所后面那一间啊，工具室后面那一间。所以我们直接从左边开始进去。对，从左边上去就好。我哎 ，E N F 嘞，被拿光了是不是？我拿到了，我手上一个，我手上一个。那我先拿，拿温度计还是大声功？所以我去找吗？好，我拿大声功。我们要先去开门，左边。哎呀，大门开不了哎、欸。开得了啦，我钥匙拿了。那我进去咯。来。哎、欸，我进去就听到电话声哎、欸，真假的？我听到一个叮一下，然后就不知道，然后就没了。哎、欸，但太暗了吧？后面，第三间，先把灯打开。所以你这一定得拿蜡烛，因为你一没有拿蜡烛，你的那个圣值就会开始掉，你的理智会掉得很惨。好，过了是这间吗？对，过了这一间，在左右边。哎、欸，一楼有谁？哎、欸，你们不在吗？我在一楼，我在一楼。好恐怖啊！江磊，老江磊，没事啦，分工合作、哦，一人倒一边。大声公，哎、欸，那你等一下，那我们这样是不是要分开？因为我跟林某，我跟那个小阿都是拿大声公、欸，你也拿大声公哦。两个 ENF 的不要一起走吧？对啊 ，ENF 跟大声公、欸。关灯了，关灯了，我开。剛剛我找灯的按钮、欸。七耶、欸！哪里？我去二楼吗？你们在二楼吗？在二楼。那我上去找你们。我有那个 ENF。啊，你有开吗？我开着啦。那我下去找小 H。可是我现在没有蜡烛。哎、欸，我开过门的就不用再进去、欸。不是啊，你那个，你平常就是先拿着蜡烛走出去，拿着蜡烛走、嗯，然后进了门之后再打开灯。进了门开灯之后再那个。不说这么亮。拿一个。啊，有开灯啊！我操！你有看到我吗？关，你有看到我吗？关灯，他关灯了。我去看。你在一楼吗？对啊，我在一楼啊。好，那我下去。我刚以为你走上楼。你在哪里？亮个灯给我看。我好像看到你了，你右转。哎、欸，对你往前。开了、哦。对，看到我吗？有。这边我都收过了。开了。
吓死我妈自己的传奇。这边没声音啊。哎、欸，电话响了，电话响了。欸是不是在楼上？我这边没很小声，我这边很小声。右边很小声，我这边很大声呢、欸。那应该在雅思那边。雅思那里吧。那我去找雅思。雅思，你下来楼梯是左边吗？左边就是门口过去门口。我看到你。好像不是这一间，但是是这附近。我刚是听这边的声音。ENF 没反应，走廊没有灯，真的是很拉惨，你知道吗？这一间呢？这一间来帮我看一下好不好？被关了。这间我刚收过了，不是吗？不是啊，我在这。哎、欸，那谁去负责电闸？哎、欸，小雨去接货，不是小雨，谁可以帮我接个货？你后面、啊，我你放地上。按 F 接是吗？那就把它放到地板上，然后让他们两根贴起来。这一间测一下。直接撤了啦！直接撤了，撤了，没有。开个灯。好，我去，一个人 solo 好了。我先不用了，不然小我不想拿灯吗？我不想拿大声功，大声功真的很鸟。哎、欸，一楼这边都开过门了，那我去楼上好了，我去楼上哦。哦。有人要跟我吗？哎、欸，干！我蜡烛掉了。蜡烛掉了，我要换配备了。1.4，篮球场有收过。我刚进去看了一下而已，好像二楼怎么有闪光闪一下？灯开了讲哦。灯刚在哪里啊？二楼在哪里？电闸在哪里？你刚跟我走进去过啊。就要去接个货，啊！你怎么有火又熄了？哎、欸，我火熄了，你怎么熄？我火熄了，我要去下去找你们。我来了。你跟小阿走吧，你们两个一起走吧。没有，我回去换温度计，我走过来了。哦，那你先到，那丁梦你先下来。我在楼梯。Hello， 你看到我吗？看得到你啊。不理不理我干，宝宝，不太妙哎、欸，找太久了，你按 F 找太，这没办法、啊，会不会在右半部啊？我上面我楼梯上去二楼左边没有完全没有收过哎、欸，不然也可能是在二楼，因为他开灯了，我开灯了。你在哪？你在二楼吗？我在二楼。你跟我吧。我在等他打一次电话吧。去那边吧。你在哪里？我在怕是中间上面的房爱打电话的鬼有那个打电话吧？有可能。我们这边都没收哎、欸。这边。哎、欸，我的灯太大了吧？我的又熄了。小雨，又来哦！我这蜡烛是不是坏掉了？在哪里？他熄火了，他熄灯了。你站在这边等我，好。请示熄灯，哇！出来呀、啊，干！哎，好近哦，雅士，是我们这吧？灯开了，那我们下去找他吗？这间门，哎、欸，这间门是自己开的，我们从来没走过这。好，走，下去找谁？二级，搬东西了，找到了，五级，是不是还有吗？五级了吗？五级。ENF 先丢掉吧 ，ENF 先丢掉。不去那边吗？不去那边丢吗？没有，不用，我们直接出去运东西过去就好。你的 ENF 就可以空出来，就可以先丢了。啊，蜡烛嘞？我门口蜡烛先，我门口丢一个蜡烛、哦。蜡烛先拿着吧，因为你还要走进去啊。在大门旁边，大门右边呢？对啊，很近很近。目前有五级，对 ，ENF 五级。刚好像有看到疑似寒气的东西，没关系，温度计在我手上，我等一下过去那个，我去拿一个照相机。哇，我怎么那么低啊？你们怎么搞？哎，有81，你一定是没有好好切那个。那我要拿18了，跟十字架。好，可以。
好 ，V 八我架好了，可以拿。没时间不能拿哎、欸，我再拿一个而已。我蜡烛。你满的、啊，因为你有拿蜡烛啊。那我过一个。那我去。所以鬼吹蜡烛，鬼还没吹蜡烛。然后我拿十字架，我拿十字架。我蜡烛先不拿，我拿十字架，先运再说。来，我打电话。在哪边？在我这边，在右边。我来了 ，EF 黄胶。哎、欸，我蜡烛熄了。地上不是有蜡烛吗？接一下我。地上有一根，不要接。其实这么近的话，应该也可以不用蜡烛。不用蜡烛了吗？那我丢掉了。没有，要给他过任务不是吗？对啊，就点燃放在里面就好了。那、啊、我是按 F 才哦，有，点燃放里面，我放着。十字架放哪里好？有，我看到有寒气。可是我这边十度、欸。M 八刚在哪里啊？你前面这边照。负八，负八，有负八。好，丢掉。那这样十字架可以丢里面，我觉得。寒冷。笔记。哇。笔记指纹，所以差是吧？笔记还没写，他还没写，我有放还没写。哎、欸，写他写他写，哎、欸，他正在写，他正在写。哪是你看？哇，他好气，他好气哦、喔，干狂气哦！哎、喔欸，你怎么拿起来？不想起来，起来了。等一下，蜡烛放着给他吹。小王在搞。哎、欸，蜡烛被吹啦、啊！这个蜡烛。哇，小讲话、啊。蜡烛被吹了啦！这个不见了。他一直 EF。这个蜡烛我刚丢的、啊。不见啦、啊！哎、欸，不要关门，干！干！不要关门！快搞、哦！哎、欸，下一个任务还没过啊！什么？猎杀？猎杀躲在最、啊……没有啊，等我们跑到最左边就好啦。没有，我们去拿那个圣木套餐，然后再拿照相机。哦，玩鬼吗？可以。Terry， 老张，那我先去洗澡。那个老板，你拿圣木套餐，然后有，哎、欸，鬼没吹蜡烛啊？有吧？我蜡烛熄了、欸，没过，没有那个要鬼吹，那个不一定，那自然熄，那个有的时候就自然熄。所以有笔记 EF 五加刺骨寒温，哎、欸，他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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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白痴哦、喔！小 H 的蜡烛烧到我的圣木了，你叫他拿过来给我点，完蛋了，看没了，还有变木炭了，没差，那个没有任务的。鬼魂笔记，所以就一个叫暗影，他就是暗影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暗影啊。那我知道拿什么？害羞鬼啊，相机。拿个相机？你怎么知道是害羞鬼？暗影。暗影，他上面写他是一个害羞鬼。他没写啊，哪里有写？他很气。暗影是个害羞鬼啊。你鬼魂类型按一下，然后找到暗影，然后找到鬼魂暗影。人够多，刚刚四个人在里面，他也是一直活动啊。如果附近有多个人，他不会进入猎杀、啊。哦，那我们就站在，我们站在最左边就好啦。我们站开一点，然后站在，对啊，走吧，我们去最左边吧。我拿着十字架，十字架对他没用。哎、欸，你们要直接进去是不是？谁推给我？没关系，反正小阿不要死就好。哎呀、欸啊，那个攻读生的少一个。等我一下，另外一个公路线呢？我在后面，我在门口附近。等我一下，我来了。我的相机。他在另外一边，他在另外一边。他本来要找你打 AP 啊。哦，我刚刚不在位置上。不会，鬼魂要找我打 AP， 吓死我了。走喽。这个新人啊，他在隔壁，他刚过去而已。没啥，打就好了。我有点困。他们缺一个。他们缺一个。就你跟星恒还有泰瑞啊，那那边打了我三个人了，我也不知道出来啊，出来啊，白痴！大广啊，看起来是要打 low 了，他们。大广啊，干什么东西？哎，干！你直接跟鬼讲、啊，吓到自己。Apex Deck 大赛。Apex 亚拉奈卡。Hello， 他叫什么名字啊？大广啊，他叫什么名字？不知道，告诉你，我去看。玛丽泰勒，玛丽泰勒吗？
没有按 J 就看得到了，按 J 就看得到了。看来气氛其他拍的是不是？马力开了，出来够啊！嗯，可是他那边开了一团，不知道干嘛、欸。去叫新人回来啊！嗯，哎、欸，你们怎么都离我这么远啊？啊，不是要分散一点？太散了吗？三加十一。哎呦，哎、欸，是他关灯还是裂了？没有裂，没有裂。他偷关。没有闪，没有闪。看、啊、是什么声音呢、啊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手电筒不见了？哦，有。哎、欸，我的手电筒嘞？在你肩膀上。有吗？我在照东西吗？没有吧。按 T 呀、啊。T 有没有反应啊？按右键啊。我手上没有手电筒哎、欸。还是我拉、啊、我蜡烛给你，我蜡烛给你要不要？哎、欸，你走开，你不要再靠近我了。我手电筒嘞？出去捡了。在这里啦，手电筒不是在这里吗？哪里？他还在玩电话、啊。为什么手电筒会在这边？按到 G 吧。不是在出来啦，出来逛啦。哎、欸，小 H， 你那个蜡烛可以放在这个桶子里面吗？那个现在我都在梦西拉那。哎。可以耶，你把桶子拿起来，出来，好像不行拿起来，它只是插在地上而已，是不是？出来高，没有、啊、在水桶里面啊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它站在桶子上，要碰我们了，我会吓死、哦。哇，装置艺术，碰我们我会吓死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再拿两根蜡烛出来好不好？顺便捡几本书丢进去，看会不会烧起来。要玩这个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好啊，等一下。哎、欸，六，无声器了，哇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哎、欸，他怎么那么快啊？我拍到了。哎、欸，你那个虚的转弯了，他转弯了。他去哪里啊？哎、欸，他在干嘛？在前面。怎么办？往左走。完了，走走是死相啊！跑一下，跑一下，来！不行！右转！我不要死！他死了，他死了，死了柠檬死了，你怎么又死了？哎、欸，他被折了，在哪里？他被折了，他倒了，要跑一下，走很快，要跑一下，我在跑了。哦、我们照相机了，照相机在这里，我照相机里面有他的，谁有照相机？谁有照相机？我的视频有啊，等一下，视频是这样的。哎、欸，我跟一个小 H 要入镜啊，小 H 要入镜吗？来，这个视频死到猎奇了。一二三，耶、yeah! ！好，可以，走了，再一次吗？再一次吗？你要等一下，他又猎杀一个 type 的姿势。哎、欸，这样子是不是没有成功啊？那个。对啊，没有成，不对，哎、欸，按 J， 对啊，没有逃脱猎杀，靠，又要再一次了。那我们就再一次吧，我们就不要出去了。哦，就不要出去了，就这样。阿朵嘞，再去吸引他一下吗？哦，我刚刚有拍他的照片，很清楚哎。我刚刚有把我杀掉，把我杀掉的照片。哎、欸，所以这样子是绕过去，然后再继续往右边走，是不是？可以绕一圈，是不是？对，可以绕一圈。基本上应该是后面那一段绕到中间，他应该就没了啦。我看他拿着一个那个刀子刀，他说团队成员之一成功逃脱，为什么没有？因为你死掉啦、啊。不是你从这个世界逃脱了，没错。对，你从这个世界逃脱。而且我刚看到他边走还边把门打。哎、欸，怎么在闪？哎、欸，出来！真在闪呢、欸。出来了，裂了！我看到！哎、欸，那边对面变蓝灯哎、欸，跑一下哦！你们在哪？能跑就先跑哦，过来喽！我已经跑过了，我看到你了。能跑就先跑，尽量拉距离。哎、欸，他来了！拿了镰刀的鬼！哦，他跑很快呢，这跑不过吧？他跑那么快，在你后面。假士，快跑！你不要回头，直接跑！我在跑啊。
我要是瓦工，完了，你要死了，他在追你。哇，你要死了！拜拜。哎、欸，他怎么跑这么快啊？完了，你要变成布置了。他在小房间里面，你后面，这边，你右左后方，右边，来这里。哇，进去！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尾是不是变快了？没有啊，这边好像。为什么前面没有路？我、哦、刚前面是篮球场，我靠背。前面篮球场要进去啊！早知道我就不转了，我还以为那是满的。而且他现在猎杀的时候，我那个手电筒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小 H 快跑！不是、啊欸、他超快了，不是这鬼怎么用飞的、啊？那鬼用跑超快的，错不起是啊！我们要全军覆没了，赶快走、欸！我跑不动了。不是啊，死掉的时候跑步还会喘。太扯了吧！我怎么你有帽子戴？啊！快走，快走！你也有啊，不要说。死两个、欸，我操！哎、欸，跑不过鬼、欸欸，太扯了。对，我去拿一点东西回家。可以吗？丁文可以拿哦。可以啊。他已经是听到我们要烧他的书，但是要可以拿的东西。哎、欸，每次我都先死。没事啊，这次有人陪。这是鬼太快了啦，跑不掉、哦。我去不得一直按呢、欸。我们领了。解不了任务了。下一场。好，选好了吗？都选好了。OK。选好什么？选好了。J 选那个证据暗影是吗？对、欸。选好了。心狠嘞、欸！哎、欸，不是心狠啊，雅思哎。没关系啊，不用上车啊。好了吗？不用，够够了。够够。为什么现在拍尸体也有分数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雅思有两颗星。澳门刚合拍的那一张有几颗星？刚拍歪了，拍超歪。你看，拍超歪的。35颗。哇、哦，这雅思的是。